我叫 Miranda， 我姓李嘅，就我今年74岁。咁我就因为我自己嘅主诊医生咧，就系、是、退休唔做啦，咁我就要揾个另外一位医生，咁我就打电话去东北总部嗰度，个姑娘咧就话俾我听，问我有冇听过行健计划呢一个医疗保健。姑娘话我就会介绍一个人员系同我通电话。佢第日真係打電話嚟俾我，啊，好有耐心同埋好好仔細咁講俾我聽，行健裏邊嘅服務係有啲咩嘢。咁裏邊其中咧，我最中意咧就係咧，因為我行動方面就唔係幾方便，所以我最中意佢話俾我聽咧，係有專車接送我去睇醫生同埋送翻我翻屋企，同埋咧攞藥咧都係有專人送到嚟我屋企嘅。咁我就決定就係參加入去行健呢個計劃啦。我覺得我心咧好似交咗俾東北中心咁啦。咁我發覺咧就係咧，每我入親去行即係東北中心嗰度咧，每一位工作人員咧都非常非常咁友善嘅，同埋對我好關心。所以我呢排都肥咗，心廣體胖啊！醫生話我。